我觉得眼镜对我来说，因为当然很多人可能戴眼镜一开始是因为也许有近视，也许有什么，但对我来说，在我生活中比较像是一个配件，一个饰品，甚至是可以让我转换角色的一个工具。这一次我们主要的概念呢，就是用一个虚跟实的东西去表达，那同时呢，把我人套进去的时候，就好像是其中一个是我平常在演戏一样，扮演一个角色。另外一个呢，就是回到我真实的生活，我本人的样子。那同时也好像回到歌手的身份一样，做自己。